哎呦，在等等大家啊！没事没事，哇，谁还多加玻璃啊？留言，汪汪汪汪啊！玻璃很难呐、啊。哎，是那个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再卡了，载入主导。好，那我们中间要什么呢？中间随机啊。哎，作者听到没有？中间随机系统，随机系统啊！作者中间随机啊，随机系统，中间没有随机系统啊！那子马上说了，马上抓到一个新的东西可以加啦。可加，它其实有一个随机主导装置，然后是主导而已啦，中间抽签，没有随机中间，这只是个抽签，抽签而已，就放抽签而已，不是选对哪个投射器出来。没有问题，我帮你加一个投射器。哦，有人到了，帮你放一个，然后里面放纸条。然后你没有，你会放鱿鱼。当然哦，不要再放鱿鱼了。人怨念很深。哎、欸，做成什么？不要鱿鱼过来了。有，我在准备纸条，我在准备纸条。看来大家的罩门都是栅栏跑酷。纸条我会啊，真的。跑了这么久，只有一个人过而已。哎，就大家都很痛苦。嗯，只有一个哎、欸。作者，你作者放的会不会都是同样的啊？因为那告诉来都看不到哎、欸。作业。作业。作业。抽随机主导。作业。放出来才知道、啊。追分神域。哦。那集玩过吗？追分神域好像。那集好像。就是那个。就中间好几个加分技能的、哦。那集好像有。有。第一次玩的，让你没玩的，让你没玩过的《远古迷域》哇哇，这个哎、欸，这个他没玩过那个啊，他没玩过吧？对对对，因为这个太复杂了，嗯，真的没有吧？会不会改版的很好？超复杂，是啊，是改版，对啊。好，那等他们一二，不然也可以来游泳啊，游泳尊重抽签的决定，可以，嗯。这个都是水的，看起来还蛮有意思的、啊。之后有机会再玩吧，嗯、想玩吗？嗯、下礼拜再来，记得投票哦。下礼拜再来，要游泳的，那就来喽，一样。好，火的主导，迷宫的中间，好，一万分。嗯哼，随机祭司，迷宫是那个箱子的那个吗？都有，没玩过。就是外杰瑞，对，是谁？是谁？杰瑞，不是我，谁？看一下，谁？卡住了，卡住了，雨月，好讨哦！哎，雨月来，看来新的一年国王是雨月了，真的，新的一年是雨月了，就知道谁是。祭司了吧？买那个買啊！你错，在错地方找到了。哦，牛排有人买了？有啊。那石英有吗？我铁丢地上了。我去捡。我没有。可以丢箱子里啊。我来玩。没了，他进不去啊，他进不来啊。啊，对啊，对。嗯。我在后面有扔一点啊。好，你先放。Go！ 哎 ，Go！ 放！我再放！我再放！我没打了。那个。啊，我去中间，石英桥。放。中间这感觉就很头晕呐、啊！放好，放满！放！中间可以去！还有一个！哪边？我要盖商店了！放！啊！怎么被吃掉了？哎，小鸡不见了！没有，是那个那个，不要摔死哦！不是，他真的被吃掉了！作者，你什么岛不见了？那个绿宝石的。哇！少一个绿宝石。吃掉了、欸欸，故意的，我们让他，看到小鸡跑过来，不行啊，他们后期绿宝石也会很多啊。没有，我们先那个弱势，好不好？弱势，他那个绿宝石弱势方，我们先送他们一分数算了，送一点，我们送他们吃一只鸡，吃鸡，哎呦。那你拿是有活塞的声音啊？我们先输一千分，然后那个绿宝石就是超多哎、欸。是这样吗？不要这样，不要放弃治疗。反正你其实不用上来，我在里面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我要跳了，我要跳了。大家觉得如何？什么？冷静，让你们淹死。
然后我们就有绿宝石的加成。我在对方那个作者说可以啊，冷静啊，啊，黑暗兵法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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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雨月好，雨月去死好了，拜拜。去吧，没有救了，你去吧。就有一堆绿宝石摘下去。谁先 kill 啊？哎呦，作者来了，谁 kill 半关？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。我们有力量，我们力量。挖了是不是？太快了吧！哎、欸，我先讲一下、欸我，我们被攻略了。那个石英桥，石英桥，怎被攻略了？你看一下、啊，我刚死在门口，你应该是捡到我喷出来的那个，我是从对面身上捡到的。对不起，你去改一下吧。直接送光。哎、欸，原来你在哪？哇啊！我在家里的二楼。石英桥，披灯献祭的时候用国王了。守护石头之塔，你要拿？守护封石。等一下，我要你用啊！我出来就被岩浆烧到，那等于是哦。有没有？等一下我们那个仓库绿宝石就很多了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好，我已经使用黑暗兵法了。好神速！哎、欸，他们在前线嘞、欸，活体对啊，他们好凶哦，而且有人拿那奇怪的石头啊，对，那个烧烧会烫的那个啊，哦，嗯，哎、欸，我们的那个迷宫有拿到吗？有拿了，我没拿，因为两边都会有。我需要回血。哎、欸，作者又来了，好高哦！作者来了，作者来了，作者来了！哇，想要证明说挖是挖得到的。他在挖，他在搞子，他在搞子，他想证明，想证明，证明了啊！你为什么直接就被砍死了？可以吗？来了，人来了，人来了，人来了，挖到了！哇，真的好难啊！那个，你有食物吗？你有食物吗？我没有食物，我没食物，我吃完了，我吃完了。你不要在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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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里不是会中毒吗？啊，我是，你没捡到吗？没有。杰克，你捡到牛排了。没有。哦，好，给你。吃刚刚杰里斯。没有，吃牛排，吃牛排，吃牛排。我喷了一堆。刚刚一切发生太快，我牛排补的比较多。好复杂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哇，真的挖到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女巫会中毒，连自己人都会中毒，有点麻烦呢、欸，没办法。对，刚都有讲嘛。卡了，这个要防守真的比较麻烦。雨月，你可以拿不死图腾吗？啊？你可以拿吗？可以，他可以啊，他可以。那这两个，那你们拿着掉下去。不用再掉下去，我又要掉下去了。等一下，入手这边有一块牛排。捡不起来，他捡不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？卡住的牛排。不是，他好像放在盔甲座上还是什么的。这个是背景吧？他放在手上了，是不是？是，直接把他塞到盔甲座了。直接发生了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没食物了，我没食物了，我没食物了。给你。然后中间那个月是那个有核心呐、啊，狂战士核心，所以会中毒，但也会有力量的效果。嗯，解锁，我没事，完全了。好。分数岛可以买了，分数岛可以买了。啊！又有人进来啦！需要铁。又有人想去挖了，又有人想去挖了。啊！我来。又有人想去挖了。哦！我来。上面啊！我来。修，我要嗝屁了。我来。他又要去挖啦！我要。不行啊！哎，那怎么办？真的是很好挖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他们已经挖了好几次了。我们你可以吗？你看，我还在上面，我又开始吃东西了。好，你先吃。真的很猛哎、欸！绿宝石可以先忍着，我们可以，因为那个核心它没有守护者，等一下要放守护者、啊。为什么？哇，我饿死了。为什么你死了？啊，你是不是碰到岩浆？刚碰到岩浆啊？没有，是直接饿死。饿死，他是饿死的。家里左边给我放西瓜，你之后可以在那附近。西瓜附近还有。哎、欸，这个要人啊！天哪！辅导开关，我现在在放岛，你们自己小心哦。好，更多的食物。你饿死了，东西喷在我身上。要进攻啊！我锁在家里，就算我突然迷茫，对吧？突然整个宕机了。的分数那个里面，我们那边很多需要祭司在中间上面了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核心。应该再放一个弓箭吧，这里。哎、hey, ，又来，我知道啊。哎、欸，卡了，有人进去了，又有人进去喽。怎么又有人进去了？小心，在哪里？哎，放心啊，我死了。啊，跳到这里要怎么呢？啊，不，我们两个冲好了。好痛。不是啊，我们家没人要冲，就我们两个而已嘛。
戴在身上不会死。怎样怎样怎样？没事没事。我拿到对方的谜语白纸。那没有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。哦，那是你的，好。这个剧毒太久了。不能上去啊，上去。家里的毒那个是很可怕的，所以尽量不要靠近。是你要防守，你一定会走回来啊。那个防守就一定会跟他一换一之类的。真的。那个三次要打了吧？太恐怖了。好，守护者卡，守护者，因为我买那个守护者了，我等一下去放。哇，更多的，他们都是跑酷上去的吗？不是，没有啊，就没有啊，他们就是他们是就这样子走上去的、啊，因为不好追啊，走正门过来啊，他们是纯粹走上去，哇，三一冲，好，没，至少我买了那个守护者了。来来，进来之后往左走，往右走，然后就上来了。没有介绍，哇，这好多、哦，哎，那你怎么有那个魔石啊？那刚刚有人20喷到我身上了，左右，那个毒太毒了吧，白痴哦！那个毒超久了，不会停哦，就直接行吗？十秒钟不算，你超毒，这都直接毒到死啊！他有算，你只要一回防，你就毒到死，没事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对面那个毒没关系，等一下那个十几分钟守在核心上吧，你。十几分钟后，中间会有那个可以换的，有没有？他现在是狂战士的战神的意思啦，嗯、所以很多毒。OK， 就等那个到时候可以买，拿走牛排了。对面的祭司现在中毒、哦，其实可以买食物吗？要打得到啊，不是可以啊？他们祭司想要去哪里买食物啊？好毒啊、哦！没有，就牛排刀或者是西瓜，或者买。你要买就买金苹果、啊，绿宝石现在还可以用了。哎、我刚刚已经放了守护者。附魔那边，附魔那边，附魔那边。几个人刚刚蓝装还是我的、啊？我来帮你，我帮你，没事没事，他没装。然后对面刚刚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枪了，又一个障碍了，要进来了，把他赶去。他走另外一边，他走另外一边。他走右边，那边掉下去，掉下去，掉下去。啊，我好羞哦！你好羞，羞很烫啊！跑酷啊，跑酷，跑酷！来啊，我等你，我等你，把打完，把打完，这边，把打完，打完，我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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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揍死他！打排球，打排球，正面上，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！哎，绿宝姐都有在守哈，是的，有是有。那我就买了，我就守在这个门口吧。我不能守家里。繁星，你们要来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刚才守人。好，因为外面的核心要掉了。Okay. 好，我去放，我去放。哦，你差不多就可以在那西瓜岛附近啊，那边都还蛮 peace 的。好，就我们也可以协助。哎，我要食物，我要更多的食物。来啊，更多吃的。我专职附魔师了。哎小，我拿两把剑呢。喂，哎，打猪猪，打猪猪，打猪猪。他怎么那么痛、啊？哎，我都是猪猪，他都拿石头之类的。书柜要几个绿宝石啊？几个？20，二十了，二十了。哎、欸，楼上，坐在楼上，坐在楼上。还没吧？对啊，那应该没，那好像是15分钟，900。还有人啊？现在不会中毒啊？我那个烧好烧哦。哎，坐来啊！正面。嗯，阿力。我看到了，上面他在挖，打打啊！是啊，可恶！一个香皂，香皂啊！那个力量拿放、啊。我靠！如果没有让那两声，弓箭哦！长，你说什么？二楼又来了。我从下面偷袭他们。没有人过来。是什么？视野错了，我有发光被看到了。哇！猪猪神剑，猪猪神剑，你大爷！没收到。哎，有人来，有人进来！哎，进来！进来！掉了！掉了！上！啊！家里有上，我上。其实我是故意回家守的，没事。这边发光，这边发光啊！哇！又一个来了。好烦哦！有一个在挖我们绿宝石，挖绿宝石，挖绿宝石。这个猪猪神剑也太没创意了吧！猪猪神剑，那几表示不开心。那几表示不喜欢。好难。开始弓箭战啦、啊！这些人。何腾，你是要去用书柜吗？对啊，但是我刚刚没找到在哪弄。我去，给我好，你去。干脆走。你现在有钱吗？躲在，哎呦谁 啊？我身上没有，然后领。那我去哪？就领那个柜子里。
又想挖，又想拉稿子人，稿子人。那又想进来。